人体眼睛是朝前的，我们的胸大肌、我们的腹肌、我们大腿的股四头肌的力量非常的强大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告诉你，我们所有人你在眼睛能看到的状态都是你运动的主体方向，人的正面的肌群质量非常好。那但是呢，我们背面呢，背面就会相对薄弱，随着年龄的增加，背部会越来越薄弱。背面的这种肌群，我们建议大家多做一些锻炼。你比如说，我叉着腰，我向后走，一、二，不要小看慢。每一次呢，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，把脚迈出去踩住了，我们再移过来，再下另外一只脚。别小看这个慢慢的倒着走，这个时候呢，使你人体后面的肌群突然间变主动了。它对我们的健康价值贡献非常大，所以呢，大家记住做一些和习惯相反的动作，它也是一个维护我们健康、防止我们身体功能下降、维护我们大脑整体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。